到可以上台做公益的演出，到最后呢，能够以各音域的萨克斯风组成重奏团，展现了全民都玩音乐的宗旨。那也可以让大家知道，素人我们也可以变成音乐家，只要我们有对音乐的热情、音乐的喜爱，那我们一样都能够在这一个音乐的世界中找到一个心灵的寄托。那他们带来的曲目呢，总共有四首，分别是 La Campanista， 这是一首探戈的歌舞曲，以及那些年、摸刷存血，还有感恩的心。那我们再一个掌声来隆重的欢迎他们。
Thank you.
跟现场的所有好朋友来回味。那当然除了我们经典的老歌传唱之外，也有